哎，你的麦开没有？Testing one two three， 来我的线好吗？因为我刚才 before 开的时候啊，线有问题啊。Hello， 下午好，欢迎光临，谢谢支持啊。修本处 ，Thank you， 49颗星闪啊，谢谢你的，一进来就给星啊。啊，表弟有动静点来。喂。哎 ，Thank you，Thank you， 来。谢谢啊。啊。那我们要去找那种星星的歌词啊，唱给大家听啊。来，下午好，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请帮我们视频给分享出去啊，谢谢你们，感恩。来，都，表弟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有一个是花生莲藕，但是它不是汤啊，它是焖花肉啊，是吗？对。水光林 ，Thank you， 45个 star。谢谢。苏生。我看不到 Susan Yu 啊，45个 star， Mary Lai 75个 star， 哎，谢谢你们，来，感恩来，来，哇，一开始就给我们寄情啊 ，Roslyn 耶，50个 star， 哇 ，Thank you 啊，哇，还没有开始我就已经很兴奋了，兴奋，来，正式开始来，表哥表姐下午好，我是表弟，来 KJS Gun， Thank you， 45个 star， 谢谢，今天我们很有动力，还没有开始是309个 star 了，对，来，虽然一个star 不是很多钱，但是那个心意啊，那个很感动啊，好，谢谢大家，我们看看我们觉得这个花生，我们花生都是一般上花生，焖肉啊都是常常有的，这个今天我们花生是用朗衣啊。兰卤，去焖这个花生。OK， 我们就是兰卤焖花肉对吗？还有花生莲藕啊。莲藕，来 ，Thank you， 谢任恩，75个 star， 来，下午好，请帮我分享啊。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要冰蛋 ，Thank you， 75个 star， 谢谢啊。第二道菜我们就是我要拿蒸水蛋，其实水蛋很多种做法的。那么今天我就跟一个朋友，一个粉丝啊，就找我喝茶，他说，哎，你蒸水蛋可以上面。煮一个菇，那有这样煮啊，蒸了水蛋上面，炒一个菇放下去，哎，那很好吃，哎，不错哦，我就把这个这样的食谱分享给大家。就是用三种不同的 type 的菇啊，来蒸水蛋啊。当然，你一个单一个菇也是可以的啊。当然，因为我那天买的菇还剩啊，我就说蛮多菇是吧？对，来。我第三个就是倒菜，就是说我要用虾滑来做这个。晾在那个羊角豆那边啊。然后我说我去蒸了水了，不能切先啊，你要蒸了水，蒸了先，不能冒干，等一下它冒干啊，不能这样，不然它有会那个里面的对粘性的会跑出来。哎，粘性 on，thank you， 75个 star， 谢谢，来 Jenny Chong 50个 star， 谢谢你，谢谢你，好像是偶像剧时间到啊，周末发生什么事全部给星星啊，谢谢你们啊，下午好分享了，谢谢。Valon Chang，Thank you， 75个 star， 来下午好。谢谢。Leonali，Thank you， 45个 star。Thank you， 真的感动。桂经理45个 star， 谢谢你们的欣赏，哥感恩啊。谢谢大家的欣赏啊。好。星星的奖赏叫欣赏啊。来749个，还没有开始就给大家这么给力啊！真的。小弟给力一点。Yes。哇，画了，一个。重要是啊，那我们就可以来混。Coco，Thank you， 50个 star， 哇，长期给的。那我们花肉，我买了花肉，那么我已经穿烫了，穿烫的时候丢一点姜啊，姜片啊，放点酒这样啊。OK， 就是。所以我们就是放姜片和那个蒜米啊，爆香先啊。Catherine Leong 45个 star，Janet Ho 75个 star， 哇，真的是太感恩了。Dan Lime。Limi 啊，单 Limi 啊，75个 star， Kenny 六，45个 star， 哇，好多星啊，今天就讲星在那里。今天我讲星就好了。Chan Hai Lim，Thank you， 45个 star， 哇，1000个，我们现在目前有1084个 star 了啊。哇，真的，我还没有开始嘞。啊，不能 start 那个。我们才热锅吧，来吧。OK， 来，这个是红卤对吗？红卤。OK。我建议叫红卤啊，我过去我做了在厨艺上我已经做了17年了，然后我停了17年再回来做哦。
那么我发现到红乳哦，当我认识了海天的红乳哦，真的是啊，你们有用过的粉丝一定知道，这海天的红乳是真的，这是它又不咸哦，不太咸哦，所以我就一点点制成。OK， 来，我们大概是五块的红乳啊，放一点红乳汁啊。OK， 来，我们热锅啊。我们爆香了。海林哥 ，Thank you， 45个欣赏 ，Thank you， 欣赏我们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用蒜米还有姜片来爆香先。然后第一步就是往下滑啊。穿烫了，这个已经穿烫了。我们的那个花肉已经啊是穿烫的了。我们去爆一爆它。嗨，大家下午好，请帮我们like一下 ，Thank you very much， 哎，谢谢你们啦、啊，啊，马上精神啊，这些精神啊，谢谢大家。现在炒花肉啊，这个花肉是要用来焖的、啊，焖的对对。你可以放猪脚也可以啊，你知道啊，我不喜欢吃花肉，喜欢吃猪脚的那个。那个标志啊，高。啊 ，is it in English？ 你是讲这个腩鱼啊？腩鱼啊，来，我们腩鱼倒下去。腩鱼我不知道叫什么嘞，这个。还有粉丝可以帮我写一下英文吗？这个腩乳，来，我们五片的腩乳啊，加一点腩乳汁下去啊。那这个花生啊，我已经浸泡啊，超过六个小时啊，花生要浸泡超过六个小时才。Okay.它容易包啊！说我们的花生是浸泡了六个小时啊，它哪来浸泡啊？海天的红乳超香的，对对对，用过是，这粉丝有注意到大家，马上上颜色啊，昂昂啊，很香啊，味道就可以了。大家下午好，谢谢你们支持啊！说我们现在第一道是煮那个，我们陆续的丢丢下去了哦。来，我们放莲藕啊，莲藕切片啊，花生我们有浸泡六个小时的花生啊。Hell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ank you your little star. 谢谢你们啊！你油不要放太多，因为这个花露很多油的哦。耶、yeah. ！油不用放那么多啊，因为它的花露啊本身有油啊。OK。我们这里倒了差不多，来，我们加入水啊，不够呀，要太多，800 ml，red fermented bean color， 是不是这样读啊？来，热水多少？800 ml， 800 ml 的水啊。那个，等我用气压锅，它不会，不会什么刺，不会什么细水啊，不会什么干水，不是细水，干水啊。所以来，我们放800 ml 的热水啊。然后我们是要焖的动作啊，哎，下午好，谢谢支持啊，感恩有你们啊。所以今天是进入340多天了，对啊。来，我们放腩鱼，我们还是要可以放。用虚焰 ，Thank you， 45个欣赏，谢谢你欣赏表弟煮菜啊，谢谢。所以表弟会做得更好啊，啊。啊姐特别精神啊，超精神啊，嗯。这是鼓励啊，这个鼓励真的是不、是非一般的鼓励 啊，全部是用血汗钱来支持你的，血汗钱不是精神上支持 啊，是血汗钱 啊，要做得更好 啊。Jenny Sims 75个欣赏啊，谢谢。目前我们收到的欣赏啊，有1200例有啦、谢谢你们啊。我们放两片多了，不用再。来，我们两片的那个叶桂叶啊，还有一个是桂皮 啊，因为我们也不要太重啊，给最重要是那个腩鱼啊。来，为什么花肉要穿烫啊？穿烫是因为要给它泄水给去掉啊，所以它的那个肉啊就没有像腥味啊。那个肉有臭啊吗？臭猪骚味啊，猪骚味吗？所以我们放三个八角啊。三小如果大片的话，你放两片过来。Linda N 啊，还是 N 啊？哎，谢谢你的75颗欣赏啊！谢谢。Dwinger Little Star，I love 表弟 In the Star， 谢谢你们支持啊！来，米奇海天那个海天美厨鸡精调味料和海天鸡精粉是一样的吗？有听过吗？美厨鸡精调味料有这个东西吗？我没有用过，我只是用那个我只是用一个单一的啊，鸡精粉嘛。我那个罐，我老婆就丢掉。李连旺啊 ，Thank you， 你的45颗 star，、谢谢你的欣赏。I give 表弟 more star，Thank you very much 啊。Peanut
啊，对，平常我们蒸啊要六个小时啊。啊，这样 ，morning 吃少吧。啊，玲玲 ，thank you， 谢谢你的欣赏四十五颗啊，谢谢谢谢。OK， 在焖着的时候，我们直接啊，我们放在这里焖哦。来，妹子 ，thank you 啊，哇，好好听哎，你名字叫妹子啊，妹子，谢谢你的信心。我们调颜色先，我们调味先哦。Sharon， thank you， 四十五个star 啊，有跟过表弟拍这个照是吧？是。Christine Chu， 谢谢你五十个 star， 真的，我直接练 star 就好了。来，表弟，请问桂皮为什么会苦啊？多了，你们桂皮本来就有带一点，啊、它是带苦的、啊，带一点点苦味的，多就不能放多，不能放太多啊。所以我看我每次放一片过了啊，放一小片就好。来，我们多少黑酱油？一汤匙啊，一个汤匙的黑酱油啊。Lim Lim， thank you， 你的四十五个欣赏，感恩有你们啊。颜色一个小时半。OK， 它总共放一个汤匙半的那个黑酱青啊。我觉得总是在哦哦啊哦啦。PD， thank you。谢谢，四十五个沙，应该叫派啊，你的名字是派利是吗？派利，这样读 P Y 是派是吗？胡椒粉哦，有点我就我。OK， 来撒胡椒粉啊！刚才我们是放一个汤匙半的那黑酱油啊，然后再放撒胡椒粉啊，看你的分量多大啊，才决定你的黑酱油多少啊。Helen Wong，Thank you， 四十五个欣赏。Jenny Chan，Thank you， 四十五个欣赏。这个是糖对吗？等茶匙。两茶匙的糖，我试一下，你要不然肯定要。这个一定好吃的、啊。Jenny Chan，Thank you。你的四十五个欣赏 ，Kim Moy Thai， 谢谢你们四十五欣赏，你们太赏脸了，真的。今天哇，这么感动啊！每一个感动哦。So Chang， 谢谢你的四五十五个 star 啊，谢谢。谢谢谢谢。Kalina，Thank you。Kalina Lee，Thank you， 五十个欣赏啊。Candy Fun， 哇，这个一直在给的。谢谢谢一百个沙、啊，谢谢你啊！来多少？你放 ？OK， 我放四分之一茶匙的盐。OK， 刚才是两茶匙的糖，四分之三茶匙。OK， 三茶匙的糖，然后放四分之一茶匙的盐啊。我们放猪猴酱。请问莲藕五孔啊，是煮汤还是九孔煮汤？哎，我有听过啊，没有记错的话是九孔煮汤的是吧？啊。九孔是台湾的艺人来的，其实不是像说我们说都可以煲汤，都可以煲汤的。哎，玉琴，谢谢你的星星，谢谢你的欣赏，四十五颗啊。Lisa Wong， 谢谢你四十五颗欣赏，我们收到的欣赏啊，已经有2244颗了，你们太给力了啊！Yeah， you remember me 哦 ，Outside Jam 呢 ，I park at。Bob stop to watch 表弟 cooking 啊！哇，啊、塞车就暂时停一下。Yolin TL， thank you 你的四十五个欣赏。Andy Chu， thank you 你的四十五个欣赏。Yolan Go， 四十五个欣赏。哇，来我们放啊，太多了。OK， 来。Yvonne Chung， 谢谢你的欣赏，四十五颗。当 Vivian， thank you， 你的七十五颗欣赏。来，这个是什么？醋猴酱。醋猴酱啊，一个汤匙的呀。我们有放醋猴酱啊，一个汤匙的醋猴酱。好。稍微沾水了，我。黑 leaf 会过期吗？请问，谢谢。黑 leaf 应该。干生的可以，应该没问题的。干生应该是没有问题。你收藏好了一点。啊，对，你要用到水啦，要冻到水啊。冻到水全部都坏了。你热水加多少？全部要800到一。哦，总共放一公升。来，我的线不好啊，我现在线不好啊，我出去啊。来，佩利巴，他其实很耐放啊，他是干生啊。吃饭时间到了，肚子饿。Vivian Ang，Thank you， 四十五个欣赏。那我们看看一下。OK， 来。所以我们这个要用气压快煲啊。对，用气压快煲。云之雨晨，谢谢你的欣赏，四十五颗。来，再加热水啊。表弟，昨天已经问你两次没有回答，现在再问多次，请问越南鱼露是在哪里买的？哦，这个越南鱼露是他有叫我跟他打广告，我是说我要先试用一下，真的很不错啊。是那个在越南餐厅，他本身，他现在我还没有跟他处理啊，这个广告。说我们用到不错的话才会介绍给大家。对。ML 嗡嗡咪令啊。因为我还没有答应他，我说。谢谢你的欣赏。下午好，重庆四十五个星星，谢谢你。它有里面有那个鱼真正的是鱼露。哎，打字，我手没有力。很香，这个很香。它像瓶罐的，普通我们买的都是那个塑胶罐。
所以这个是纯正，在越南是蛮出名的。来 ，Samin Law，Thank you， 你的欣赏75颗 ，Rachel Chu 75颗欣赏。哇，刚睡醒啊 ，Candy Man。OK， 现在我们要蒸那个。昌超凤45个欣赏，谢谢 IV Chang GS 45个欣赏，谢谢你们。哇，大家这么给脸啊！其实很多我还没有。大家不是给脸啊，给力啊，还不是给力啊，还给钱啊。Cindy Lim，Thank you 你的45个欣赏啊，谢谢。表弟，谢谢你介绍这么多师傅给我来 ，Thank you。Any Sim， 哇，105颗欣赏，目前你最亮啊，你的星。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煮了，如果今天三道菜过后的是，我们已经煮了970了。Even Green Chang Mui Ching， 谢谢你送给我们的欣赏，来感恩来。谢谢，我们把这锅洗。如果没有 pressure cooker， 连我要怎么样先弄？一样焖。要焖多久？焖到一般上你的看你的那个花肉切了大块很小块。如果以这样的话呢，一般上是一个小时够了。OK。我们如果你没有那个气压快包的话，你就一个小时啊。你要看看你的那个、你的火对、好像我们用快包的话6分钟就搞定了啦。我不用6分钟，我现在打算是滚一下5分钟，我就好，5分钟就可以出来。来 GGLSC 啊，谢谢你的45颗欣赏，我们目前有3999颗。哇，厉害了，欣赏啊，谢谢你们啦、来准备4D蛋啊。这我还没有开始煮嘞，就这么多啊。豪国健，谢谢你的75颗欣赏，谢谢大家的厚爱啊！我去越南时候有去到这家的鱼露场，对，他是真的是在越南的真正的一个鱼露场，不过我还没有真正跟他介绍啦。他们刚刚带进来不久了。OK， 我等这个响的时候，我们5分钟。5 minutes。师傅，我们 Where can get the fish sauce？ 下一次我 next time 啊 ，next time 还会介绍给大家。因为我还在用着。来，店几时开？预算是4月1号啊。开始。愚人节来骗你一下。不要一月，因为装修差不多要整个月了啊。装修要整个月，真的是很用心搞啊，我们不是开玩笑啊。我们是丢了本钱下去了啊。爱观令 ，thank you 你的45颗欣赏，谢谢你。哎，我们这个。在我们你看来我们蒸水蛋要跟大家分享啊、那水蛋你看一个水啊，一个蛋，一个鸡蛋，两滴水果，所以我在这里我就要做一个纸，那手指在这里啊，我就倒下来，就是说你的蛋有两滴的话，两滴水的话你就四滴水啊，就是我手指在这里，我就总之它的水啊要2分到它的手指头就可以了，就要停啊。Hello， I'm late Mr. Tan， 1分 still OK 啊。Cherry Lau， Thank you， 你的45颗欣赏。OK， 刚才多一点，我现在少一点了。OK， 一个鸡蛋两滴水哦。一碗鸡蛋的分量就2碗的水，就是这样啊，原理是这样啊。I am later because internet trouble。OK， 我这个鸡蛋我就没有放味道，什么味道我都没有放啊，因为等下我煮那些菇啊、哦，煮了菇的酱，我用招牌这个香菇酱来。煮得很比较重味的重口味，我们会用这个招牌香菇酱开天的味道。如果没有这个酱，可以用其他的吗？可以啊，你可以用招牌那个棒棒酱也可以，棒棒酱也行如果没有的话，你炒蚝油也可以，炒酱油也可以就看你的炒那个菇的味道咯。你要不要这个是只要目的是这鸡蛋用菇的酱料去舀下去。OK， 表弟，请问中国还或本地的莲藕比较粉啊，比较哪个比较好吃？比较好吃是本地的，本地的比较好吃啊。中国的哪一煲汤是比较理想如果炒的话呢，就是中国的来炒。好，来 Wilfred Ang， 有读错你名字啊？我怕我读错你名字啊。Wilfred Ang， 谢谢你了，其实我水滚了啊，水滚了。来，谢谢你欣赏啊。来滚了过后，我们的气压锅我们开小火，然后我们要焖5分钟就好了。Larry Lai，Thank you， 你的75颗欣赏。林化啦，化啦，谢谢你的45颗欣赏，谢谢，来感恩。Thank you。表弟，你看你的粉丝多么爱你。谢谢。疼你疼到出汁啊！Sharon， 4月1号是你的 anniversary 啊。Will I get the present？ 还不知道4月1号可不可以开啦？看到时候是什么？你可以来参观一下，还没有好的时候。你找我啦，来找我喝茶。You 太用 ，Thank you， 45颗沙，谢谢你们。
OK， 这个泡我们拿掉它哦。要去掉泡啊，不然它会蒸到啊，好像豆皮脸这样啊，一搞一搞，一粒一粒一粒这样啊。我们说要快啊。哎，个塞是不是最快的事？是不是？来，你的店是不是卖表弟产品的？对，所有的表弟产品都会有啊。你不要来买也不用紧了，你来。哎，还用火枪啊？什么事情？到了，它泡就没有了。哦。这个应该是维拉教你的，我看你很少会用火枪啊。OK， 有一个 tips 啊，你看到很多泡的话，你就用火枪来烧一下啊，就不见了啦。热下就可以了。好，你沉淀下。谢谢你分享。来，请问不是用温水吗？普通水啊。你也可以问用温水蒸也是可以啊。用温水也可以。那我那是温水，你穿下去比较快喽。好，来宿舍林淑庆啊。来五十个煞，谢谢你了。哎呦，这个好像很熟的人呢。你的资源。我的。连你的助理都爱我，都爱你，疼到出招了。你看，哇，靓仔红啊，哇，靓仔红，谢谢你了，75个欣赏啊。哇，目前我一直收到了欣赏有3649。哇，我现在一天降这么多哦。帮你呀，谢谢45个欣赏，谢谢你们来支持表弟 Irene LYF。谢谢你的50克欣赏啊！哎，谢谢，来，鸡蛋没有过筛吗？没有，我们没有过筛啊。你可以过筛了。你可以过筛了，我觉得过筛啊。Edmund Fong， 谢谢你的75克欣赏。放到沙发就没有，就接下来了啊。会，可以了。看可以破纪录吗？今天上一次是6000多啊，6300啊，行了。哎，表弟米奇下午好，我没有卡，不能送，我只不能送心啊，只能送真心爱心，不用刻意送啊。你要留守就最重要，留守分享，好，点赞啊，给爱心就可以了啊。来，我们开火水果。Thank you， 艾丽，谢谢你的45个欣赏，谢谢你认同表弟的厨艺啊，谢谢你们。阿莫昌，谢谢你的欣赏 ，Thank you， 真的是好，谢谢你们、啊。我们不要太大火啊。给它水慢慢的滚就可以了，不要太大火，不要太大火啊，这样慢慢给它滚就好了。鸡蛋你没有放什么味道是吧？没有，什么味道没有啊？是重要，你可能滚了。OK， 现在两分钟，哎，再给我多3分钟，告诉我啊，时间告诉吧，表弟啊。一零一一 ，Thank you， 75颗星，谢谢你的欣赏。谢谢啊。哎，黑锅有卖吗？有，我们有卖黑锅啊，所以你可以联络我们啊，朵琳。来 ，Lisa 六。谢谢你45颗欣赏，哇！我们现在目前有3934颗欣赏，厉害厉害呀、哦，厉害！哇，表弟你兴奋吗？兴奋！来，多少粒鸡蛋和多少粒水？没有看到，我们是刚才是5粒蛋呀、啊，4粒鸡蛋。哎，说的4粒蛋啊，就这个 A 蛋来讲比较大粒。4粒蛋你就8分水啊，4粒蛋的水啊，就是8粒的水啊，1:2比例啦，就是啦。Andrew Chan， 谢谢你的75颗欣赏。David Wong， 谢谢你的45颗欣赏。YC Dum， 谢谢你的45颗欣赏，谢谢。Irene Liu， 哇，全部不会停啊！我可以练星星吗？不介意啊。Irene Liu， 谢谢你的45颗欣赏。还有一个，这个是 Nunye， 这个讲读我不会读嘞，这个是越南的 T Two Ye， 我不能不读对啊。Thank you 啊 ，Thank you your star 啊 ，Thank you。吴美玲啊，一个林字旁，旁边有一个鸟啊，这个讲读，零的零啊，零啊，五点零也是吴美玲啊，也是零啊，也是零啊，45颗欣赏，谢谢你们。煮饭是一门学问啊，对，也是一种艺术啊。来，我们看我们的那个秋葵啊，是啊，Lady Finger， 我们叫羊角豆啦，比较贴切啊，秋葵我教不惯的。李泰，谢谢45颗欣赏。比较冲科庆，谢谢你们的星星。哇，目前为止有4444颗星啊！天上的星星数不清，太多了，我真的数不到啊！Emily Suwan Yok， 谢谢你的45颗星赏啊！你要骂干它啊！你不骂干啊，等一下那个里面的那个融到水啊，就会好像残啊这样。有一种江湖江啊，就是我们就是要骂干它，是吧？骂干它，不要有水分了 啊！你可以整个拿去蒸水、洗水都可以。那么过后的时候，你就要骂干。来，我们头和尾去掉就可以了。不要啊！来，生命量 ，Thank you， 你的100个 star， 哇，你的，我的好朋友啊，你的 super 助理 ，super 助理不是啊，他是我老板来的。Special Dan，Thank you， 谢谢50个 star 来，枪国清。
谢谢你的四十五个 star 来，哎，七十五个 star， thank you 来。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啊，我们要亮那个、那个虾滑进去啊。表弟，我想问你啊，你是否有在 BIF 韩国家私做过？来，没有啊，他只在马来西亚发展过啊。做保险，做保险。啊，样子不像韩国人啊，一看就是福建人啊。我人是欧巴，欧巴啊，欧巴干到晒啊，不是。小管理 ，Thank you， 你那四十五个星，一天地，谢谢你的星星啊！今天我就收到星星，我就感动了。表弟真的是 Irene 又再来给一个星星啊，四十九颗啊，谢谢你，谢谢你来，啊，你们太给力了来。哦，那我都不，他已经不乐了的，他不懂要讲什么。要讲什么啊？蛮感动的，感动是。OK，他就是把那个秋葵啊，里面的那些心啊，全部去掉就可以了啦，因为它让那个虾滑下去啊。好不好？这个。Good even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来 ，Steven Wong， 谢谢你了，四十五个欣赏。来，表弟很棒，谢谢你们教我们太多的菜肴了。来，谢谢你们才对啊，谢谢你们常年啊，我的粉丝常年支持我们的嘞，感动啊，不是常年啊，常啊，还不可以啊，去到五六年的时候，我可以讲常年啊。Jesslyn Dan， thank you 你的五十欣赏，蛋要蒸多久？哦，我没有看到蛋，等一下这样差不多要好了啦。没有，你看你的火，我、啊、高兴到他忘记看他蛋啊。你的那个气压包好像可以有了。啊，你看看一下蛋。OK， 蛋你不要去动它，那么你小小火开，给它温，慢慢就 OK， 就是说大火了，开很小火就没关系、啊。小小火不用大火，小小火有点热火就可以了。重要有冷气，气不要太大。啊，气大它比较大，鸡蛋蒸粗了就不美了。好好，那边我没有线啊，我的线不好啊。OK， 来，我线不好啊。来 ，Penny Leong， 谢谢你的那个四十五个欣赏。Okay, 这个搞定了，五分钟了，我们关火。Okay, 我们熄火啊，快把我们熄火。Sandy， 喂 ，Thank you， 谢谢你的欣赏。来，游泳健壮啊，表弟像吗？来，蛋要煎多久？大概是。啊、你不用大火，你可以蒸，你慢慢火蒸它不用紧的。啊，慢慢火蒸它。八分钟到十分钟都可以啊。你蒸过了也不会粗了，每样一种，这火不能大啊。不用说，哎 ，Thank you 你的四十五个欣赏来，哈哈，天上星星数不清啊。来，这个是虾滑，我们准备一包虾滑要晾在那个秋葵上啊，就是那个羊角豆啊。所以羊角豆我们切开啊。去掉里面的那些心啊 ，Kissu Chu， 谢谢你的欣赏 ，Wakelo， 谢谢你的欣赏，来，真的是星星之夜今天啊，Special Dan，Thank you 你的欣赏，谢谢你来，五分钟了，我们已经熄火了，来，米奇很开心，表弟和米奇都开心，How to give star 啊，那边有一个方向是 star 的，好像要 up to get 你的 Facebook 啊。阿老蛋 ，Thank you， 谢谢你的欣赏。OK， 我们放半汤匙的，半汤匙的，那个是马铃薯粉啊 ，potato flour 啊，半汤匙啊 ，half tablespoon。Karen Ho，Thank you your star， 四十五个星啊，加油加油加油 ，Yap Ying 四十五个 star， Lily Lee， 谢谢你的四十五个 star 啊。表弟，你的食谱怎么买来？你可以私信表弟啊，好不好？接我。Li Ku Ti， thank you 你的七十五个 star。鸡蛋过时了，来我们小火啊。Okay, 鸡蛋不会过笼了。鸡蛋呢、啊，水分多啊。它水分多，我们关小小火呢。Jasmine Pua Likey， 谢谢你的四十五个星，拿到一万个星，目前有5968颗星嘞。哇，谢谢你们呢，真的是很赏脸呢，很给力天。李美华，谢谢你的四十五个欣赏。说我们现在打醒他，对吗？打醒他对。今天这些想法比较少溜啊。你的名字是这样念吗？我不会读。七十五个沙，谢谢你。请问你的砧板去哪里买？你可以私信表弟啊，我们有卖啊。两父子的节目好好笑啊，米奇很会讲啊，干他赛，我爸干他赛吧。不要讲。超命，谢谢你四十五个赞，我们目前为止有6101，这个是6103啊，我连不出了、啊。我最做个做那个、直播是最有那个动力的，最满足感的。因为我做这种量的东西，我是很差的。Well done, bro. Nice this， 谢谢你们的支持。所以我们是量这虾滑在那个秋葵上啊，
所以你这个是要蒸的对吗？真的，他做了不表弟跑了，今天没有收到我通知，来直接进来啊，卡卡了，对，因为我的线啊，今天不懂什么事情啊，来情绪化啊，今天，来谢谢表弟教很多 recipe， 现四十五颗星，谢谢你，谢谢你，丽丽哇也是常常给星啊，谢谢你的100个star，来谢谢你们的支持啊。Samantha Su， 谢谢你的45颗星。SY Low，谢谢你45颗星。Y Ching On，Thank you 你的50个 star。Lim Ching Chi 啊，谢谢你的45个 star，Thank you Thank you。OK， 来这个秋葵啊，留给表嫂啊，他自己去晾啊。你要用汤匙。好。汤匙啊。他用汤匙比较容易。来。送你45颗星，谢谢你。谢谢，真的很感恩啊，感恩。自己打下花可以吗？当然可以。可以，自己打下花。Blackburn Kelly， 谢谢你45个 star， 哇，谢谢你啊。其实下花本来我是要放加多一个，那个山药，那不买，那山就忘记买山药。今天很多人打三星星，因为免费星星啊，有人拿到45个，有人拿70，是真的吗？我不知道哎。来表弟，我的平底锅手柄那个螺丝啊跟锅不对怎么办呢、啊、没有方法去安装上来。平底锅啊，螺丝啊。啊，联络我联络我。啊，你联络表弟啊。GS Ching， 谢谢你的45个 star 啊，谢谢你们。哎呀，还没有熟啊，我们再整一下啊。来啊，蛋还不够熟啊。啊，因为星星多到熟不行。所以你不用怕它熟过龙了。颗颗都是粉丝的心啊，表弟加油啊。谢谢。Water for steam egg。How to measure using the rice bowl? 1.2 啊 ，1 egg， so 2 egg water 啊，就是说你一粒蛋的那个分量就是两粒蛋的。一粒鸡蛋两粒水。啊，两粒水啊 ，OK。一分鸡蛋两分水啊，不是。哎 ，example 啦 ，1 cup of egg， so 2 cup of water 啊，就是这样子啊。Cynthia V， 谢谢你的45个星，谢谢来千样啊，谢谢你45个星 ，Thank you。哎，谢谢你们，来下午好。我记得星星，可是卡不能过，为什么？来，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有进来就好，有进来就好。来，6946颗了，今天破纪录啊！谢谢你们的欣赏啊！谢谢。请问这个荞菜锅多少 cm？ 32 cm 啊、嗯？有兴趣可以私信表弟啊。来，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成品啊。嗯、等一下啊、哦。当 shopping， 谢谢45个 star、啊。我们不要等，我们要快就这样。表弟的 shopping 是什么？按进去太多一样的名字了，不知道哪一个真正复古。他的 logo 有写表弟这两个字啊。你注意看啊，他的英文有些表弟 cooking idea 这样的东西啦、啊。好，因为他很多人模仿啊产品啊，很多人就是放我的名字下去，那么你一进去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的产品啊。Special done， thank you， 又在艰辛了，谢谢第三次。谢谢，啊、哇，接到三次的。我们看看下，哇，这个你看颜色又美。好、啊，我们不要给猪肉啊，那个花肉太绵啊。Call you too，、啊、谢谢你的星星。你看花肉。哎呦，绵绵的，这刚刚 QQ 啊，这花肉已经很绵了了，对，不能太过绵过头了，花肉就不好。谢谢你的欣赏 ，Thank you， 来 ，Kelly Sin， 谢谢你45颗，来，李桂花，谢谢你的45个星 ，KC Lau 99个星，谢谢你。Use a knife to spread and the paste into lady finger。Me Choy 蛋啊，45个星，还没有熟呢哦，它里面还没有熟啊。它外面慢慢硬了了。夸勒钻 ，Thank you 你的45个星。今天我们炒菇啊。Janet， 谢谢你的星星啊，45颗。Okay， 一菇啊，有人问我菇怎样呢？菇怎样洗的？要不要洗啊？菇你可以啊，我们说很简单的，菇如果你可以冲水，有的人不要冲水，因为菇是不能打农药的，菇一打农药菇就啊、okay。所以菇是很清洁，就像我们菇来说，你用湿布。慢慢一下也可以，不用去特意去洗它了，对吗？不用特意去洗它了，因为它是有菌的，它是菌类的。Christina Chiu， 你不能有，你看一到农药啊，整个菇就完蛋了。嗯，好，谢谢你的45颗欣赏，表弟下午好，表弟夫子下午好，你好 ，Come King V， 谢谢你的45颗星。我用他选购送了50个 star， 谢谢你。哇，他选购还可以送啊。李 Jenny 45颗星，谢谢来。谢谢。李 Tree， 谢谢你45颗星。谢谢。来，我们看这里来哈。新 Jenny， 谢谢你45个星来。我们放油啊。T H Hing， 谢谢你45个星来，我们下油啊。表弟好，来。Mi Huan Tio， 谢谢你五十颗星。Summer Lim，
七十五颗星 ，Thank you， 来 Summer， Summer， 来这个为什么会蛋会有些一粒粒的？是因为它的泡泡啊，为什么会出呢？是因为油里正好。来，我的线今天很差，我要出气一点啊。今天的线很差，来，我不要太靠近那边啊。所以我们蒜米爆香煎，没有你，我拿来这里比较好。怎么？你说线差吗？我这里怕油。梁昌旺，四十五个煞线线来。OK， 可以了，我这里。刘林亮 ，Thank you 你的七十五个星。明明，谢谢你的四十五个来。叶素珍，谢谢你的欣赏。真的，我也有免费七十五个都送给你们了，谢谢你们送你们的星，难怪今天这样很给星。目前收到的星是8085颗、啊。哇！我来不及读你们的信息啊。Grace Hua， 谢谢你的星啊。来，我们蒜米爆香啊。来，三种不同的菇啊，我们放下去来炒啊。Mickey， how to get the free star？ I don't know 啊。我没有看那个，我没有看到那个信息，我现在录这直播啊，我看不到啊。来，蛋的颜色很美啊，对啊。修千位啊，谢谢150颗星啊。为什么蒸蛋上面会蛋会上面会出罩？出罩是因为那个泡泡啊，你要去掉泡泡才可以的。OK， 我们稍微爆香了，我们就拿个。I use electric steamer 啊 ，the egg become too dry 啊。所以你如果是 electric 的话，很 dry 的话，你就用 normal 的方式来煮啊。连 key lim， thank you 45个沙。OK， 我们放我今天做因为香菇嘛，我就用香菇酱一些。来，香菇酱啊，多少个汤匙？两汤匙，你要我先看一下。来，两个汤匙的香菇酱，我们是这个海天的招牌香菇酱啊，两个汤匙啊。所以你可以用拌拌酱啊。来加水多少？一点点水。少许的水就好啊。你讲那个菇会出水的。来，请问你姑姑有卖虾花？可否用泥花来晾晾豆腐呢？晾角豆啊，可以。你姑姑有卖虾花，你可以不可以用鱼花也可以啊，没问题啊。恭喜粉丝们送星星，我不会送啊，每一天只会看直播啊，没有关系啊。你看直播就是好支持了啦，也是支持啊。对对对对对。哎，我要试一试这个味道一下啊，别等一下。So I gonna cook this 啊 ，Thanks 表弟啊 ，Thanks for coming 啊 ，Thank you， 来谢谢你来。See few day I did not come in 啊 ，got star also I don't know 啊，啊，now you know already 啊，Judy Yo， 谢谢你的四十五个星啊 ，James Lee 四十五个星，秋末啊四十五个星，你们太热情了，给太多星了啊，我算星星就好了，现在目前为止有8975颗星啊，啊太爱你们了真的，来做末表弟的蛋那么滑，因为他把那个泡泡去掉啊，来刚才放什么？我放一个糖，少许的糖。OK， 糖多少？糖半茶匙。半茶匙的糖。我们还加多一汤匙。总共三汤匙的那个。要更微一点。OK， 目前为止我们放了香菇酱啊，三个汤匙啊，你们可以 screenshot， 这个不错啊，你们可以去找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用拌饭酱啊，黄豆酱可以代替吗？也看你要煮酱的味道。来，我们加入少许的水啊。Happy birthday, Mickey San！ 谢谢你，哇，99颗星啊，谢谢啊。Just Queen Lin， 刘美燕 ，Thank you， 你的45颗沙，来，下午好，来。不要太多啊。酱青多少？一点点而已。一点点是多少？一茶匙。啊？一茶匙的酱青啊。Even Yap， 谢谢星星45颗啊。So Can Go， Thank you， 75颗星啊。咱们看是那个蛋是是否熟了，来给大家看蛋讲熟，讲说是熟嘞，太熟了啦。你看你摇摇的时候它没有水啊，你摇一下没有水啊，它不会嘣嘣嘣的感觉就可以了，因为你摇啊有嘣嘣嘣啊，是还没有熟啊。OK， 好多星星啊，表弟米奇，谢谢你们的支持啊。目前我们收到的星有9354颗星啊。孙火烙，谢谢是75颗星。IVN， thank you 你的45颗星。哇，今天这么米奇好忙啊！哦、我的信息才看到这里啊，忙着感谢表哥各位支持者啊，所以你们坚信我一定要把你们名字念出来啊，要给表弟知道啊。是啊。啊，今天可能我比较多话一点啊，啊，希望你们原谅啊，因为大家都给心，我要跟大家要跟表弟交代一下啊。Wendy Chai， thank you 你的45颗沙。米奇卡了，对，要因为我今天的线不好啊。你看蛋几花今天黄黄的嘞，
不是开玩笑的嘞。啊，这看起来很美了。欢迎 ，Thank you 你的 45 star。今天好多亮亮的金星给表弟和米奇啊，表弟肯定感动啊。来，这个是马铃薯粉勾芡啊，薄芡就好啊。Hot and loud， Thank you 你的45个星。麦克蛋，谢谢你的45星。平定下雨了，我们这里没有雨啊。米林庆啊，45个星。Rachel E， Thank you 你的45个星。来，我尽量读快一点啊。一吹令45星，谢谢，哎，50颗星来。我们好不客气的，就是把那个炒过的菇啊，就放上去就是了啦。菇啊，如果你要简单做的话，你放酱青也是好吃的，对啊。对对对，你放酱球啊，就是来爆香那个酱啊，放一点那个啊香油啊、炸葱油啊，放上去就好啊。Selin SF， 谢谢你的45颗星。来温灿45颗星，谢谢你来。冲鸡蛋啊，谢谢你45颗星，哇，感恩啊。Hello， 古吉本内你来，谢谢支持来。给快哦。坐来75颗星来，迟到了，大家好，大家好，来 Robert N Thank you 75颗星啊，来完成第一道了。 Livy Huang 45颗星 Thank you， 撒一点葱花啊，恭喜表弟，不好意思啊，我天天收看啊，不会送星星，我来自新加坡，来没有关系啊，我希望你惩罚你看看住我们一世人啊，如果我们有跟这一世的话天天出来的呢啊，没有给星不用紧，把你要天天收看啊。S A O， 谢谢你45个星啊。来，目前收到的星有9779颗，要一万颗了。哇，开心到要跳了，可惜我不能跳啊。Sally Sim， 谢谢你的75个星啊。这个真的。来，米奇，元宵那天那个美女拍到你，我终于看到你有点肥了，要减肥啊。谢谢你的赞美啊。有一点肥。我是装啊。欣赏你的恒心毅力啊，坚持到现在，快一年了，算算算啊，一年要到了，哇，我要减肥还来不及啊。今天是345天了。Eliver Chong， 谢谢你的45颗星，来，大家下午好，来，让星星破万吧，要破万了，来。Min Chen， 谢谢你的75个 star。Lee Bernard， Thank you， 75个 star， 来，我们直接争啊。争他七分钟不了，七分钟。7 minutes， 七分钟啊。有些人是有飞星，难怪今天星这么多啊。舍利丹 ，Thank you 你的75个星，来一万颗星了。我们目前有1034颗星，来表弟来。哇，谢谢每个粉丝，谢谢谢谢大家的欣赏啊。啊。天上星星数不尽。哇。个个都是我的爱。每个人都给爱啊。啊，每一个星都代表一个爱啊。来，阿莫也45个星了，来谢谢你们来。Anytime 45颗星，谢谢你们啦、啊！谢谢谢谢。Happy birthday to 冷冷，哇 ，Thank you 49颗星，来苏胜 ，Thank you 你啊。冷冷明天生日，冷冷是明天。今天多少人中？没有人宣布啊。What the esteem much cover 啊 ，or else 啊 ，very rule。Steam 太久才会有一粒粒的噻。啊对。今天有免费星星45个啊，难怪啦。鸡蛋蒸过头它会出，但是水蛋是水蛋，你不用大火了。你可以蒸它半小时，你慢慢去给它也是可以的，它没有到一定的时间了。Okay. 当说面 ，thank you 你的75个星啊！来，我们直接将这个倒下去。我减肥很快了啦，给我一点时间啦，还有点时间啦。给你一点时间。再给我两分钟。来，我们现在来调味啊，说要给它滚一滚啊，味道就会出来了啦。说我们这个是气压快包，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普通锅来煲一个小时啊。你要煲的高。一个小时。你看到、哦、你看你的火大和小喽。那么这个我们不要了。安修 key， 谢谢你45颗星。B B 唱50颗星，谢谢你。Mini Rose on，Thank you， 你的75颗星啊。谢谢谢谢。Hello long time no see，Welcome back 啊，谢谢你的支持啊，星星之夜啊，真的。Tony York Lam Yap，Thank you 有35颗星。Catherine N，Thank you 45颗星啊。Thank you for 表弟啊 ，get 多 hundred 啊，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怎样算啊？如果是应该是400块吗？啊，400块对。因为四分一个星一分星100块 USD， 100块 USD。以及今天的数星星啊，数个不停啊，我们不会送啊，也很也为他们开心啊，因为你有米奇太伟大了，谢谢你啊，表弟。我跟你说啊，有一个也是煮菜的，可是他们每一天呢100多个人啊，而且还是厨师啊，来各有各的做啊，谢谢你们来。
我是刚刚好的。米奇生日快乐！米奇今天没有生日快乐啊，是儿子啊，明天是我儿子生日啊。Kevin Sen, thank you, 你的45颗星来。我们焖五分钟而已啊，焖五分钟啊。你看我们的花生，但是花生要震破啊。花生呢，你看，看下去，是绵的，花生是绵的啊。所以是说，你花生要去震破它，震了六个小时以上，跟它你才可以跟那个花肉、猪肉的那个猪脚一起绵。Okay. 不然的话，你的猪脚绵的花生那边呢，如果没有震水，一定要震破它。NC 化45颗星，谢谢你来。Mickey Extreme How long 啊？那个蛋大概要？那没有，我没有特别的时间。你看，我都不用看它时间，只是你的火蒸的时候，不要太大火，小小火蒸它。平常你蒸，因为你小火蒸去慢慢蒸，慢慢蒸，它不会蒸过浓。啊，它不会蒸到啊，鸡蛋蒸到老掉，全部都是出油嘛。去你的店才可以给你，才给你，可以吗？给星星是吧？可以啊，没问题啊。来，给个拥抱啊。江雪儿，谢谢你75颗星啊！谢谢。我不会给星星星是做什么了？可以讲一下吗？星星，你送一颗星给我们，我们有四分钱马币赚啊，四分啊，一颗星代表四分啊。来，我们蚝油多少？我加多半汤匙蚝油。OK， 加多半汤匙的蚝油。刚才有加蚝油没？有，刚才有。OK， 我们加半汤匙的蚝油啊。那你过先了，我是。过先哟 ，Thank you， 你的45颗星。来，鸡精粉。一茶匙。一茶匙的鸡精粉。You hun you are thank you 啊，四十五个 star can use the corn flour instead of potato flour from the mushroom can 你 for chicken 啊 can use the corn flour 啊 can 来表弟太可爱了，第一次来谢谢你，谢谢欢迎欢迎啊 K C 要吧45个 star 啊，蛋真的很美啊，焖到它比较干身一点了，我们打一勾一点芡下去。来 why give the star is money 啊 can change exchange money 啊。三塞 Kim 啊，谢谢45个沙。来 ，Can you sing a birthday song to Jason out? My husband birthday， 谢谢你表弟经理。Jason 生日啊？啊 ，Jason， Happy birthday to you。哎，同事来了，我们的伙伴来了。Jason 的是 marketing 的一个 director。啊 ，Thank you 啊，对啊。啊，祝你Dixon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每一天。啊，突破啊，什么都突破啊 ，breakthrough。米奇收到这么多信，你的脚不会痛了，见钱开眼，眼开啊，不是脚就马上好啊，有钱脚就好啊。我们再这么一门美啊，给它浓稠。来，我刚进来，跟他表弟为什么蒸蛋可以蒸到那么美？他是把那泡泡去掉，就真的美了啦。那么我们的鸡蛋，因为水嘛，水蛋嘛。一粒鸡蛋，一份鸡蛋两份水，啊，那么你蒸它的时候，你根本不用看时间，你只要你的蒸汽不是很大的话，它就不会老。李汪安 ，Thank you， 你的75颗星，老西平啊，谢谢你的45颗星，太棒了，表弟来，好美的三菇水蒸蛋啊，表弟今下午好，家人下午好，想要来中六妹，谢谢你的45个三，安秋，谢谢你的45颗星。恭喜，谢谢你们支持。谢谢。Chua Kim Nan， 谢谢你45颗星。新安啊，谢谢你的45颗星啊。Kenny Shu， 谢谢你45颗星。我要调一调，调一调。来，我们的这个是勾芡啊，马铃薯粉。来，我不要太浓芡啊，这个因为那个花肉啊已经有黑膏状了。黑膏啊。啊，有点胶质了。来 ，Mickey 再说。这个是，你看我只是放一点点，我一点点放一点点的薯粉，它已经浓稠了，不用太多啊，给它有点提高。OK， 来。那么最后的时候，我们倒一个料酒下去，这个必要啊。啊，那个味道就强上来了。来一个汤匙的料酒啊。所以Mickey 的和声音啊是很重要的主角啊。来 ，Michelle Chia 啊 ，Ming Cheng 啊，谢谢你的45颗星啊。来 ，Mickey， 请问你多少 kg 啊？要接近100了，怎么办？来，每天吃好料怎么减肥啊？对啊，来，我一定要瘦啊！我要给你们惊喜啊！这个我不会煮菜，我就要表演我的身材要瘦啊！参少力啊 ，Thank you 你的45颗星啊！表弟你要加油啊！谢谢你来 ，On for Kim，Thank you， 谢谢你的 star 啊！表弟 must be love to sing one，by the way very nice 啊！这个你看几颜色几美，那蓝乳啊，那颜色几美，真的，颜色要够黑啊！不是黑，这个不是黑啊，这个是那个蓝乳颜色。蓝乳啊，蓝衣的蓝色。Emily Oh， 谢谢你的45颗星啊。Ben C Chu， 谢谢你45颗星啊，也是同事来的。啊。c
Krechenko, thank you 你的75个星 Tracy Day, 45个星谢谢你今天确诊人数2063宗谢谢你给的 info 啊啊，那大夏、okay. 谢谢你75个星目前收到的星星有11554颗哇过力啊过力啊哇谢谢你们啊恭喜啊我是梅连干今天是我生日希望表弟唱生日歌来梅连干啊 Thank you 你支持啊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Mina Ding 谢谢你的45个星快乐来我嘴巴有点累哈哈对啊对啊 Adeline 啊 Thank you 你的75个星啊表弟肥肥的啊星星说不完啊啊谢谢你压力挂谢谢你的50颗星啊我接下来去找几个星星的歌啊西蒙尼 Thank you 你45个星啊今天真的太赏面了啊恭喜恭喜直播过万了星星啊你最闪亮啊你最棒啊我们人数没有过万啊星星过万是很开心啊天上星星数不清啊，个个都是我的梦啊！你要我选这，我选这人数过万。我们要人数10000啊，多过那个星星过万。表弟，我比较贪心啊，我两个都要过万了。表弟，你我们调一个酱啊，调一个酱要下去。每天吃好料啊，减不到肥啦、啊。慢两点来瘦啊。这个锅好用吗？多少钱？这个锅啊，我们是初用啊。我们啊、这个不错啊，你又便宜，不会说很贵，228块。OK， 我们这稍微把比较大条的话 ，How long for this cook in magic cooker 5 minutes 啊，我们5分钟啊。Can you sing birthday song？ 呀、yeah, ，我算了，谢谢你，星星满满的一天啊，满满的一天啊。嗯、来，不好意思啊，信息太多了，我慢慢滑下去啊，我尽量读完啊。谢谢大家唱，谢谢你的45个星，来75个星。云云兔，谢谢你的45个 star。修万秋45个 star， 谢谢你1万个星有400块啊，真棒！对，我们的那个菜钱回来了，谢谢你们啊。请问蒸蛋要蒸多久？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啊，你要去看你的蛋啊，不要太大火就可以了。不要太大火。总之你那个摇的那个水啊，不要给它崩崩的感觉啊。如果还崩崩，还就是还没熟啊。哇，今天大收获啦！对，谢谢你的秋奔 on， thank you 你45个星，当天困 ，thank you 你的45个星啊！表弟父子正忙着数星星啊，我在数星啊 ，easy go， 谢谢你45个星 ，Joanne CT 换 ，thank you 45个星啊！哇，大家对我这样 ，Q and on 啊，45个星来，今天我讲星星就好了。我现在还知道大家对我这样的那个厚爱啊！哎 ，if don't use the pressure cooker and how long cook for normal pot？16 minutes. I think one hour. Okay. One hour. 今天赚了几百块了，对呀、啊，真的是很开心啊。其实赚钱我很多机会可以赚钱，但是那种不是。这是粉丝给的血汗钱啊。给我们的一种肯定。当然是我也不要说大家给太太多，你给100个4块钱，大家的 reasonable， 大家给5个。来。只是说那一个那一个感动是在大家的支持。好。我要放那个蒸鱼酱油。来，心跳嗯啊，75个星啊，米奇钱你有的分吗？来，没有分也没有关系。不要讲，让我们伤感情，你的话，你都没有人。没有，我现在吃的用的都是表弟的，我全家人吃表弟的，所以我不敢跟他讨啊。来，这个是鱼酱啊，蒸鱼酱。蒸鱼酱啊，2汤匙啊，表弟每次煮菜啊，我都没有给过钱啊，全部都是表弟付出的啊。现在你会讲话了，你会讲话了，我真讲了你。反正你都不想给了，我这样讲，可能你会给哎。来，蒸鱼酱来了，这个啊，我们放2个汤匙对吗？OK， 你可以用普通酱青啊，料酒1个汤匙啊。星星比人数多，礼多人不怪啊。来，两茶匙的汤啊。其实蒸鱼酱你只是倒一个蒸鱼酱就可以，我认为蒸鱼酱只是比较带咸一点。哦、今天表弟煮的菜肴全是我最喜欢吃的、啊、米奇喝水继续数星星啊。来，我们看看那个、Why must put the 料酒？哎，有一点酒味下去就不同了。对，它会有那种香气啊。嗯，来，我们这个是 seasoning sauce 啊，1个汤匙给大家看，这个味极鲜啊。OK， Maggie 不是有一个 seasoning sauce 类似这样的东西啊？还是 premier 的，然后喜欢调，我调鱼酱是喜欢，放一点鱼露下去。来，我们放鱼露啊 ，fish sauce 啊。
表弟真棒，有机会去拜访表弟啊，第一次上门啊，见到表弟也很能随和啊，还有表嫂也是很好客啊。来多少鱼露？半汤匙，半个汤匙的鱼露啊。利益 ，Thank you， 45颗星。花生每次煮出来啊，湿湿的，怎如何处理啊？湿湿，凉湿湿。涩涩，涩涩的还是湿湿？哦，你要蒸透它。蒸透它。那么你涩涩是你焖的不够厚啊。King Taiwan King， 蒸久一点、啊。Thank you， 45颗星、啊。超过6个小时啊，一定要超过6个小时。Grace Chong，Thank you， 45颗星啊。好不好 ？Hello， 谢谢你们支持啊，羊角豆腐好的。哎，我已经离了这样远了，谢谢你。星星多过人数了，优青盖，谢谢你50颗星啊。杰尼下45颗星，来，我尽量快点拉回去啊。米奇很高兴啊，一定要做，继续做节目啊。来，我们来炒一炒一下，滚一滚就好了。哈虽烂啊，45颗星，来，米奇今天看不到，练到口吃了啊，尽量快点啊。不用休息一下喽，不用讲了，太远了啦。这个信息 ，Irene God， 谢谢你75颗星来，很幸福，天天吃不一样的菜啊。Homie Crab， thank you， 你的45颗星呢？表弟唱《星星之夜》，相信你会唱啊。星星之夜难唱，我有没有读错啊？星星之夜，今天是我的儿子雪缪今天生日啊。包个香油。苏磊，你的儿子啊，雪缪啊，祝他身体健康啊，事业顺利啊。如果出来工作的话，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就学业进步啊。来，我们啊，当然如果要包个香油也可以啊。来，你可以包一个香油给大家看吗？包个香油。我给他们包个香油啊！一零杠50颗星，谢谢你们。干糖青椒三豆米粉，来三豆米粉，你有没有交代给大家？可以啊，可以啊。来，大家借花献佛啊，也是你们的财产之一啊。对 对, 对。啊，你们也可以选择不要捐给我们啊，是啊，要感恩你们啊，真的。来，米奇的脚可以用那个芽草煎鸡蛋啊，然后就倒一点黄酒啊，吃的会很好啊。没有黄酒效果，我的脚差不多好了啊。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谢谢你们的星星啊！对我们目前收到的星赏啊，有12164颗了，谢谢你们啊！表弟，我想请问啊，如果黄鸡上面很多红点啊，可以放心煮吗？啊，黄鸡上面有很多红点，红点啊，他们是不是他们杀鸡的时候弄伤了啊，红点应该是杀鸡的弄伤啊，是不是这样的？有的鸡，因为一般鸡皮就是会受伤，会有一点血啊，是怕你要注意看啊，是不是弄伤啊？月亮代表我们粉丝的心啊，永远照亮表弟一家人啊，谢谢你们。来，我们就是滚一个香油就好了，就是用那个炸葱的来浸泡的油啊。对不起，信息太多了，我来不及练啊。李恩耀45颗星来，今天你是大赢家 ，Thank you 啊！讲钱思感情啊，哇，我讲了那么远啊！表弟中万字二奖1块啊，二奖是500块啊，谢谢你，谢谢你啊！来，羊角太差了，我太太做的比你好多了、啊，谢谢谢谢来，哎，我太长了，信息我滑下去了，不好意思啊，谢谢你们今天如果没有练到的话，要跟你们讲感恩啊。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太多信息了，来，谢谢大家今天的欣赏。请问你表弟们有教蔬菜吗？有，我们初一十五啊，初一十五会做啊。啊，李健，你的脚好吃什么好？我是不要走路多。好像你说蔬菜，你这个、啊、你就不要放什么，你整个那个穿烫上来，这个羊角刀穿烫上来淋这个汁，啊穿烫上来淋这汁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吃素的，就不要放鱼油了。啊，不要放鱼油啊，只是酱油而已，你先淋上去啊，淋上去就是那么。放点酱油下去就可以了。OK，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道下。啊，这个就是花露莲藕焖焖什么？啊，莲藕花生焖花露啊。OK。啊，这个是用冷卤焖的啊。啊，这个是鸡蛋是没有味道，把它的那个香菇酱就很香，很香很浓。OK。那么靠那个上面的酱来配它，啊。那么这个就很简单做哦，但是这个字啊，就配了这字就很好。啊，虾滑在零度的虾滑已经有味道了，我们不用放味道。啊，它已经有味道了。如果没有的话，你自己放一点盐也可以了。啊，如果你自己买了新鲜虾滑的话，你就要放一点盐，啊，放点盐去腌呢。欢迎 ，Thank you， 再送99颗星，谢谢你，谢谢大家。啊，真的很开心，很感恩，今天大家啊。
哇，给力，大家的给力，不是这个给力，大家的给力，多么开心的样子，你看那样子，突然间年轻了很多。我们收到的欣赏有12千，所以每个人说，哎，表弟，353，从你第一天的直播到现在的时候，看到你的人好像越来越憔悴了，当然憔悴，今天特别精神，对不对？哎，马上容光焕发，马上哦，精神，对不对？啊，当然哦，钱不是那个钱啊，真正的不是，是真正是粉丝给的一个啊。这种给力，给一个支持，如果粉都对本身粉丝不对哦，对我们没有厚爱的话，他不会给心的，就是很感人，很感动啊，但是也不要给他 over 啊，给 over 啊，如果有真的要给，每一天给我50个星星很好了，每一天，thank you thank you， 每天给我2块钱，看我煮菜要给交学费2块，哎，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赚钱还有很多地方啊，我保险的收入也不差了啊，我是说啊，我们都不差了啊。最后还是谢谢大家的点赞分享，那么真的很感恩，感谢大家的欣赏。我们明天5点半，那么明天会做，回来，明天做有深夜厨房啊，明天深夜厨房煮吗？烧麦啊，烧麦 啊，一定要来吃啊，味道调到很好啊，烧麦、哦、对，好吃好吃，对。维拉就是有一个舌头，就是王帝磊、翁代磊，他味道点一下好不好，他就知道。他厉害在哪里啊？他点一下，他说把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来煮的，但是味道我要点一下，我可以 imagine 我调到这种味道。这句话我不敢讲，因为他是太厉害了。好，难怪他的咖啡啊，三间咖啡都是生意都这么好。最后还是谢谢大家支持点赞，我们明天5点半准时见。拜拜，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的星星。谢谢大家的欣赏，拜拜。